迎我八爪鱼，摆出咁多爪，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首先为大家带嚟 BC 省儿童医院2016天下父母心筹款晚宴，仲有加拿大防癌协会慈善大富翁上海之夜，亦都会带大家去睇下市中心 The Great Canadian Show 筹款活动，同埋多伦多户外探险运动展。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迎我八爪鱼。